现在在会期中哈，休会的时候我们来改。叫你摆两张桌子要四五个月，有这么麻烦吗？就他搬一张桌子十公尺也要收费，把立法委员当盘子吗？摆两张桌子，无线麦克风摆在台上，让这个委员会要基本上立委只需要最卑微的尊严。很简单的事物怎么会搞成这样的？这个时候你就先搬过来，然后用那个无线麦克风就可以进行执行跟备询嘛，怕会破坏到现场或是动线，不通过以后，他到休会的时候再去改，现在立刻就可以做这个执行了嘛？哎，主席各位委员哈，不好意思，我刚进来哈，而且还不是完全进入状况，可能谈的就是这个会议室的布置的问题嘛。我公坦白的，过去有这样的布置，非常有意见。好，为什么呢？因为立委执行的时候，我们过去就很习惯站着，绕地铁。好，啊，那个媒体要取景也，那个还比较像嘛。啊，姐哈，坦白讲又斜斜的，啊，所以很不方便。可是为什么这样呢？当年讲白的就是第三届吧，第九届哈，小段呐、啊，赖益康啊，那很坚持，我在党内也跟他讲，那没有办法沟通，那算了，没有关系，很坚持，议员也没有什么意见，就试看看，计划买哈。那今天我们重新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的哈，我们今天的议程照程序啊。人家用临时提案来做，来处理就好了，啊、哦，那我觉得这个很简单处理，那给人逮得好。他说农，他刚才嘉宾讲的是有道理，昨天做一次工，咱们会员一众，你现在叫内政委员去看，根本没有办法开会啊。这一场高金素梅这一场啊，跟广播这一场，全部媒体级的，高金马无法度开会，我这样话来。所以小段那时候是把媒体放在那一区，不让他们进来，这样有一个很好的空间。这个牵涉到立委会改建的问题了。议员的会议室，坦白讲，主他老早以前立委会迁到这里来的时候，以前小学嘛，那是不符合一个国会的样态，会议室的大小、怎么配置都有问题。那所以呢，到应景就落的时候。就把它改为那媒体站在一起，大家不要进来，这样比较安静的空间。这也是一算的得力的。那今天还没改变吼，那天副总召跟我讲，我说我们这样坐的对面哦，你可以看到我的眼睛啊，啊，有时候总预算审查的时候，各部委要用两个房间呐、啊。各部会的人员要进来说明预算，你都要排一大堆，在三楼上面哦，太小的空间，而且挡龙亏在里，所以这个后来这个会议室变成什么？变成总预算审查的时候在这里很方便，空间也够大，所以我建议等一下用临时提案就来处理就好，应该很容易搞取得共识啊，给几年按的好了，而且这么老的。因为老李有时候曹海翔总预算处理也可以用嘛，这个怎么样没有什么争辩的、啊，我的看法是这样。好，谢谢柯委员。哎，是罗委员，我倒是蛮认同柯委员的提议啦，哈，我是是也不用弄到太复杂。那如果说有媒体的那个隔开，保持我们会议进行顺利的这个需求，我们可以维持限制，但实际上也就是多两个咨询台嘛。那我想说，刚柯总召的这个建议，我倒是蛮认同的。但是，我觉得用什么程序来处理，我也是赞同跟国昌委员讲的哈，越快越好，因为我们尽快让我们这个，我们司法法制整个的问政哈，我们能够赶快顺利，所以我觉得是越快越好了。以上。那今天哦，程序先照常进行，人家一个临时提案提出来，啊、哦，那个党龙强将来，然后再送曹海翔也罢，再处理后续的程序就算了。应该都有共识了。那这样哈、哦，我让各位委员，我想说，是不是说麻烦翁委员用一个书面，或是等下马上提那个临时提案？那我们就因为我想说，其实大家都蛮共识了嘛，没有什么争议嘛，就蛮共，
我就都有共识了。那待会提个临时提案，那我们这边就直接把它拆出去，好吗？如果这个司法法制委员会做成决议，我们会照司法法制委员会的决议来办理。但是因为现在在会期中哈，那我们是建议啦哈，这个要改哈，是不是？我们在会期中我们来规划，研议规划，然后休会的时候我们来改，这个没有问题，我们会配合。这个您要拖这么久？报告，因为那个前面那个加两个这个咨询台的时候，他的没有走道，空间不够。加两个走的，怎么会没有走道呢？你有没有办法这个能够马上做修改？那你这个我们搬那个咨询台过来，这没有办法吗？包主席搬咨询台来没有问题，我们就是架在这个前面这两个空间哈，但是它会影响到委员的进出的动线。是，哎，你说。我觉得这个不是很大的工程呐哈啊，但是是不是说你们缩短，比如说一周内或一个月内，先把未来的配置图给委员看一下啊，如果大家委员觉得 OK， 增加两个咨询台是可以的，按你的相关配置需要的作业时间自然会给你嘛。但是现在呢，你说的很复杂，要休会期间，大家一想说啊，就两个咨询台有那么困难吗？但你有提到说要走到要什么什么，的确也有这个可能。那是不是把先规划限期规划出来，那委员会再来 OK 后，那看多少作业时间，赶快来办理。好那。这样可以吗？就是我们认为是说要做修改嘛。哎，鲍主席，那是不是给我给我们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来规划吧？画一个图，为什么要两个礼拜？对，一个礼拜就可以了。因为你是放两个那个咨询台。好，那我们就一个礼拜把图面提出来，下礼拜提到委员会来给委员看，这样 OK 吗？应该先送每个委员会的办公室，让我们先看吧。就是如果说还需要做决议的话，委员会上面就可以做决议了。没有问题，对，这个很简单的事务，怎么会搞成这样嘛？就是备询台跟咨询台来，那在还没有定案，你休会期间你要去改，你去改。这个时候你就先搬过来，然后用那个无线麦克风就可以进行执行跟备询嘛。那你如果破坏到，怕会破坏到现场或是动线，那你这个图通过以后，他到休会的时候再去改，现在立刻就可以做这个执行了嘛。向报，就是麻烦你们就直接放在那边就可以马上开始做，那你要弄得多漂亮，那个你图出来我们再来决定嘛。但是放两个台子这没有任何问题吧？难度没有啊？没问题。好，谢谢。哎，那是。我做个提醒。好，当初司法法制委员会是立法院第一个率先要去思考说改变这样子的方式，那当初一定有他决定的理由。那当然有委员提出来还是习惯原来的方式，那但这件事情还是要好好规划。我没有反对的意思，而是说他绝对不是只有放两个咨询台回去，包括咨询台上要有委员的 PowerPoint 可以播放的这个荧幕，包括我们的背后都要有可以方便官员在答询，他也看得到我们的 PPT， 这都是基本配备。好，不是只有把两个台子搬回去，我只是要提醒国会的问政素质，这些软硬体的提升都要使用者思维，就像我刚刚讲的 user side design thinking 都要去做到，好不好？否则搬了两个回来，到时候委员又发现不好用，你们又被骂。好，所以还是如果那个 PowerPoint 的，你现在看这个都能看了，那你站在那边执行，赶快啦！哎，无啦，你呐，无啦，委员，这阮即阵就有经验的，然后嘿，桌子上要有一个那个 monitor， 其实也方便大家，方便大家。啊，我无反对的意见，只是讲卖公子改很简单，最后觉得不好用，我只是提醒。那个吴委员，谢谢哈。来来，先第一个哈，你们现在出了这么多新闻哈，你要怎么处理？你要给我注意。好，第二个，委员会过去是怎么样，我们尊重。现在委员会做的决议就是配合，这么简单的事，你为什么要故意在这里让大家委员有争执？叫你摆两张桌子，要四五个月，有这么麻烦吗？就当搬一张桌子，十公尺也要收费，把立法委员当盘子吗？我不需要你回答，我现在告诉你，
好，摆两张桌子，无线麦克风把它摆上去，让这个委员会要基本上立委只需要最卑微的尊严，就这么简单。那至于说上面没有 monitor， 所以我们这个委员会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咨询没有桌前的 monitor， 竟然可以用这么久？我们看主席要这样看，然后看那边要这样看，连院长、连院、行政院院长到立法院备询都是跟立委面对面，叫你搬两张桌子来，就这么简单，了解了吗？了解。哎，主席，那我可不可以一并把一些需求表达？因为既然委员都表达哈，其实哈，我用这个委员会也经常来啦。那最大的困扰就是说，在质询答的过程中，我要从这边离开哈，我不知道从哪里走啊。我从这里走哈，也会入境啦。我从哪里走啊？还要跟主席先打个招呼啦。那我们的助理要进来哦，他们必须匍匐前进啊。好啊，所以呢，这个情况的确要改。如果说陈如刚刚我们副总召所说的哈，前面摆两个质询台哈，请一并把那个席位哈的分布，还有出入的动线也稍微规划一下。不然的确这个实验性质，我觉得其实我是可以适应，只是最不能适应的就是说怎么进出啦，因为门口都在那里啊。那目前我们媒体的报道区其实也还 OK。那如果说前面有两个质询台，媒体所要的询答的那个画面跟表情也都可以充分掌握，这一点我理解媒体的需求，这也应该要满足他们。但是我希望主席裁示的时候呢，能够请他们把这些委员反映的意见，请你们一并考量。我现在感觉就是出入不方便啊。以上是好。哎，那好，同志，主席啊，你就直接裁示。第一个好，分阶段实施。好，让他一个一周内把两个桌子怎么弄，把它弄进来，我们这个先进行。第二阶段整个委员会怎么改，第二阶段另外再送，然后因为那个是所谓他会期结束要再来处理，我们分两阶段来做，好不好？好，谢谢。那这样好，可不可以就是说我想说这两个放两个那个备询咨询台，这个可不可以一个礼拜内处理完毕？另外就是大概两个礼拜内你们把那个图简单的画出来，这样时间上面来不来得及？那个鲍主席，我们来照办。好好，谢谢。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第二案的临时提案我们就照案通过。好，谢谢各位。